祖师是天道第六十三代祖师，也是白羊初祖，姓名陆中一，是弥勒古佛的化身。他出生在山东济宁，1848年农历4月24日出世。年幼时，他父母已去世，只有和妹妹一人居住在城外五里营的两间破屋，生活很苦。22岁时，政府发了安家费，他就去当兵。一次，接连3个晚上，老母在梦中对他说：“你应该办你的事去，赶快去山东青州求清虚老祖，在他那里求道，不可贪恋人世间的事。”隔天，金公祖师辞去职务，离开军队，收拾行李，将多年积蓄的银两带在身边，启程南行。一路上，夜间梦中都有神人指引前行。有一天，夜间梦中又有神人说：“明日去某某山，拜访名师求道。”清虚老祖同一晚也梦到神人指点说：“明日早晨有大贤上岸，你可往山前迎接。”他醒来才知是梦。清虚老祖早起，马上往山前观望之际，见一位又矮又胖，头戴大圈毡帽，身穿破短袄，背着行李的人前来。清虚老祖看见这个人，并没有特别之处，心想：“神人所指示的是这位吗？”心中还在犹疑时，金公祖师已在面前问清虚老祖说：“这里有求道的地方吗？”清虚老祖说：“你也要求道，可是求道需要100两银子。金公祖师说：“100两就100两，我要求道。”清虚老祖听他诚意想求道，就说：“你就跟我来吧，我就是传道的人。”到佛堂时，金公祖师打开行李，取出100两银子，双手交给清虚老祖。清虚老祖心想：“刚才我说要100两银子才能求道，不过是随口说说而已，没想到他倒认真起来。”心中过意不去，清虚老祖就准备香献供，指点他玄关一窍。清虚老祖说：“道已经传给你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金公祖师说：“我当兵多年，所存100银两都交给老师，我无家可归，我就跟您修道了。”清虚老祖一听，这可没有办法，收了人家100两银子，不能不留他，又问说：“你会做什么？”金公祖师说：“我不识字，只能做粗工。”清虚老祖说：“那你就打柴挑水好了。”从此，
金工祖师就在清虚老祖家中，一面做库差事，一面修道。有学识的徒弟都上课研究性理心法，参禅打坐。金工祖师每天打柴做饭，苦修多年。当金工祖师50岁时，清虚老祖觉得自己年纪高，心想要把传道的任务交给谁。有一天，清虚老祖在佛堂请示老母，将来道务由哪一位承接。老母训曰：大贤就在眼前。清虚老祖问：这一位是谁？老母慈悲：若问弥勒在哪里，须将池内观仔细。头戴羊绒帽，身披俗家衣，张口吐真语，长江仁义诗，瞪眼分双路，中间一点鸡。日月何明见，人工手中提。清虚老祖还是悟不出来，又问：此人是谁？老母又慈悲：时机还未到，难对你讲。后来金工祖师在1904年农历3月15日奉天命掌白羊天盘，大家才悟出老母训内含有天机，路中一三字。清虚老祖暗想：此人是谁呢？忽然心有所悟，叫众徒弟洗手烧香，在佛前叫每一个人将手伸开，让他查看手掌心中有什么不一样。清虚老祖看完众徒弟手掌中并没有合同二字，正在呆想时，金工祖师在厨房中将手洗好，飞跑来佛堂举手，让清虚老祖查看，说：看弟子手中有没有。清虚老祖并未看仔细，就说：你还会有这个？过了一段时期，清虚老祖对大家说：我年事已高，道运已衰，环境如此，我也无法维持。你们各领天命，各奔前程下山去吧。大家一听，看情形也无法挽回，就各自收拾行李，也有回家的，也有开创道务的，只有金工祖师心中难过，因别人都有家庭，只有自己离开家乡多年，父母早亡，前途茫茫，往什么地方去呢？他想起山东济宁还有一位妹妹，先去投靠再说。不久赶到济宁家乡，询问妹妹的住家所在，相见之下，妹妹与他相认并住下了。那时妹妹已出嫁多年，生了2个儿子，妹夫姓陈。兄妹俩就谈修道办道普度众生之事，开设佛堂。
从此天道慢慢不传。后来妹妹的两位儿子也协助办道。金公祖师于1925年农历二月初二归空，享年76岁，一生未娶。当时弟子约有数千人，师尊也是其中一位。从金公祖师身上说明了修道办道贵在身行，而不是空谈。金公祖师虽一字不识，但他真朴真诚，脚踏实地，舍名舍利，无怨无悔，尽心尽力，一本初衷之精神，是后学们最佳身教与典范。